天玄者，敌人朝我们攻过来了，做好战争的准备，胜利是我们的。班侯克利瑟斯是我们之中最强大的，别怕，展现敬意就好。干得好，你把凡人带离了竞技场，不能让我们的敌人夺走那个凡人。他展现了毅力与力量，这是艰难时刻所需要的特质。同意，考验一下那个凡人的实力，在那之后到王城来找我，我们有场仗要打。鲜血与雷霆，为了生前，我是双狼氏族的德拉卡。身为战士，我愿意牺牲一切，只为保护最重要的东西。但是，我的战斗还没结束。马卓萨斯，这里曾经有五大家族的部队团结合作，携手保护死亡之境。在这里，我隶属朱眼家族，对战士而言有点格格不入。再来。他们的风格和我不同。再快一点。但久而久之，这样的来生也没那么奇怪了。瘟疫家族已经毁灭，马卓萨斯五大家族少了一个。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疏忽。或许不是疏忽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马卓萨斯都必须忠于使命。要是我们失职了，那暗影之境就会崩毁。我相信天玄者家族和我们在同一阵线，我也信任你，可以把这封信交给凡侯克里瑟斯，去吧。还有德拉卡，万事小心。二位，我有紧急任务。凡侯大人，快点，可能还有生还者。就是你说的叛徒，我不会让这些垃圾阻止我送达主人最后的讯息。严酷的考验会让我们挫败，或是更加坚强。为你送上拯救马卓萨斯的钥匙。很抱歉，凡侯大人，他没有交给我钥匙。一名谍报本领高超的顽强战士，好一把钥匙。来吧，敌人很快就会全面进攻，我们该准备了。我是德拉卡，过去我来自双狼氏族，如今我是天玄者家族的女爵，更是
马卓萨斯的捍卫者。为了任氏的荣耀，以统御者之名，别让维拉斯等太久，他可没什么耐心。士兵们，大战即将来临，做好防御准备。说嘛，士兵。遵命。快回你的岗位！愚蠢的叛徒，居然敢挑战天选者的力量！有事快说。为天选者带来荣耀。你收到命令？动作快！新来的，我们在打仗。有什么秘密吗？为了你，我不会让你泄露我的秘密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准备出击！你的秘密瞒不过我。没人打得过我！我会打响鸣号。有什么命令吗？战场等着我们。芬芳的腐败气息，仪式做完了没啊？还有命令，要做什么？召唤莫塔尼斯，现在正干旱，太荒谬了。那边那个，如果男爵想要他的骨位，就叫他自己找点灵魄来。我渴望战斗，马卓萨斯将会是我们的。我需要敌人。你的秘密瞒不过我。全力攻击，毫不留情！给我找个对手吧。好了，输的人就要把金属搬去熔炉，
开打吧！没人打得过我，马卓萨斯将会是我们的。卓萨斯认同你。新的命令，我们朝西前进，出发。前来报道，准备出击。马卓萨斯将会是我们的。不能攻击他。别浪费我的时间，快回你的岗位！你收到做得好，士兵，通知德拉卡，我们随时可以作战。战况如何？力量与荣耀。统御者留下这块岩石当作挑战，过去那边证明你的力量。吃着黑暗，背叛会导致混乱，受损的连结必须复原。
钥匙为荣耀够格的人。隆卡，为了这把刀刃是统御者打造的，它到底藏在石头里多久了？随时准备出战。每一次，黑米尔曾经是统御者的学徒，他或许会知道这把刀刃的来历。你有话要说吗？那看不出来我在忙吗？那难道是……这不可能，原来这就是引起动乱的原因。统御者的剑还有他亲自留下的讯息。不管原因是什么，没有卧兵的剑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该来干活了。有新的要求吗？拿好你的武器，我会继续用锤子。优秀的士兵需要优良的刀刃。
要先找到目标。圣殿，通谕这玄我是有理由的。好了吗？你准备要开始了吗？你又弄坏什么？通谕这是教了我许多锻造的技巧，但后来我自己也精进了不少。啊，他对这把刀刃施了魔法，那是当然的。你最好要有战斗的准备。别让那些东西打扰我工作，现在正是考验你我技艺的时刻。多少灵魂来打造这个东西？这是魔法的最终守护者，解决他！拿起你的符文刃。
坦莱拿起刀刃触发了其中一个符文，根据我对同域者的了解，这只是刚开始而已。那就去吧，你最好有重要的事要说。我为你锻造了举世无双的宝剑，你要是弄坏了它，我唯你是问。看来黑米尔有很多话想说，就算在这里我也会保护。来吧，樊侯在等我们。首先你带来战争，现在还加上统御者之刃，凡人你真是个传奇。你开始报告吧。为统御者具备马卓萨斯士兵该有的五大特质，想要超越敌人的野心，以及能够粉碎敌人的力量，足以洞悉敌人的眼界，以及智取敌人的狡诈。即使面对必然战败的处境，也依旧努力追求胜利。五大特质对应刀刃上的五个符文，就和统御者之作上面的符文一模一样。赞扬强者，是维拉斯·德拉卡，把凡人带到统御者之座，来看看能发现什么。我先去前面侦查，你们别拖拖拉拉。鲜血与雷霆，力量从心而生。统御者之座在他失踪以后就封锁了，有许多人试图想打开。统御者是传奇武器锻造师，要是我们有这把钥匙，就能得到他的武器了。其他家族很快就会得知刀刃的事情，准备战斗吧。克里瑟斯是对的，我们拿到统御者之座的钥匙了。如果我们的家族在战斗中第一个败亡，我们也没有好处，我们必须全力作战。洛克塔尔，去长矛之间报道新兵，我们有场仗要赢。
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松卡，以统御。虽然维拉斯很直接，但他说的没错，我们需要支援。学徒，原来你在这，我们有很多事要做。再会，学徒。学徒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樊侯史特拉达玛在等我们完成药水。
没有目标。太远了。些声音吗？大国，我替你安排了，准备好就开始吧。混合物不能太早凝结。
化，加几滴毒液，增加粘性。有些包子可以当做催化剂。太好了，再搅拌大锅一次，完成你的作品吧。有什么新瘟疫的点子吗？敞开你的心胸，耀月学徒，完成之后到瘟疫家族来找我，还有工作要做。现在没有目标。由于统御者不在位，内战必定即将发生。樊侯史特拉达玛和我透露了他的恐惧，少了林魄，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力量都会受到阻碍。
家族要提供灵魄给我们，但是他拉达玛和我都怀疑有诈。不过我们家族没有理由拒绝，我们要保持警觉。祝我们的朋友好运。没有目标。可以公开指控巫妖背叛，所以我设计了一种新药水，一旦有需要，就能当作保护史特拉达玛的最后手段。我希望永远不要用得上。我们的家族灭亡了，史特拉达玛人呢？我必须制作出药水才行，我一定要。Thank you.
走这边，学徒。我们的同事弄丢了这些笔记是吗？哼，乱七八糟。再次感谢你的帮助。巨影花是樊侯史特拉达玛最爱的材料，拿到以后到实验室来找我。你能为樊侯大人做什么？我会忍耐的，为了你。诺，学徒，哈哈，你在这里啊。仪式做完了没啊？至尊眷顾你。你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容器。万物循环里，啊，多么芬芳的腐败气息。以前空气里的灵魄就跟灰尘一样多。